昨天给太太的见面礼，我已经派人送过去了。你们收到了吧？我真搞不懂那帮赤佬到底要搞啥名堂去。三妮，我知道你不会杀我，你跟李子起争了，舌头我。你说啥就啥。 出去阻他来，放过我吧。你怎么能不死？你带我跑了吧？没这个命。你舍不得。对不起，不说电影。 哎呀，我帮侬看眼，不要催。